小龙，你爹回来会带很多东西给你。娘，我真想爹。爹怎么老在外面做生意不回来？孩子，你爹是去很远的地方赚钱，不方便常常回来看我们。 爹有半年没有回来了，乖孩子，不要想那么多，说不定你爹明天就回来。 这是价值连城的火龙神柱，我为了让你们母子俩享福，冒险夺得神柱，脱离魔窟，所以，臭小子，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找到你。 求求你放过我，让我有一个死心的机会。别做梦！你这种行为罪该万死！师爹，师爹，师爹，你要不要紧？ 求求你，求你放了他吧！少啰嗦，放了他，我不要命了！住手！你再杀我丈夫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你要走！
我就没有让你们母子享过福，原谅我吧。世杰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一直都没有怨过你。
信师父的教导。好，小龙，你武功尚未完成，再苦也要忍耐。是。师父教你武功的意旨，就是要你辨明是非，扶持正义。弟子遵命。可是我想我娘。
救我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师父，我不能等，现在就告诉我，我不能等。夜已深了，你现在先回去休息，明儿师父再告诉你。
Thank you.
脚撒住，看你有多大的本领，能逃出我的马呀。奇怪，这小子应该会从这儿经过的，怎么不见人影啊？Thank you.
抢的菜。你赶快到黑石洞，把那个畜生放出来。啊？教主的意思是指那个万年星星啊？对，赶快把它放出来。想当年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把他捉到关在黑石洞里，现在又把他放掉，你少啰嗦，叫你放你就放。是。出去那么容易，回去啊，我要大餐一顿。
一顿。舒服的时候你把我给吵醒了，你还骂人，你懂不懂礼貌啊？啊，我可没有时间理你，大笨妞。小家伙，你是不是去找那个风怪啊？嗯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这条笨牛能够知道天下的事哦。告诉你，小家伙，你可不是他的对手。给你这个，你就可以对付他了。我不相信。
这是什么工作？告诉你，好小子。琪儿，师傅，是琪儿，妖后要亲自出动，你赶快去帮你师弟。遵命。这一劫非过不可，还好，总算还好。散开埋伏，待机行事。是。Thank you.
你这人怎么搞的嘛？人家跟你讲话。对不起，我是来找我师弟的。师弟？谁啊？小龙。你跟小杂种是同伙，今天你休想离开此地。姑娘，搞醉的。姑娘，你再这样，我可要不客气。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你？
迷去了，现在受了我的子母剑的伤，已经醒过来了。师姐，他现在体力不支，你赶快扶师兄回云霄丽萍去休息，让我来对付这个妖后。嗯，好的。姐姐要知道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要管他。以后啊，咱们可以朝夕相依了。姐姐，干什么？好啊，狼心狗肺的东西。
背叛我，就是这种惩罚。非收拾这个小杂种不可。
功夫还敢来报仇。先生，请你饶了我，一切听你的。你放了我徒儿的母亲，我就饶你这条命。是，我带你去。师父，小老，走，看你母亲去。请。Right.
暴伤人，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绝不能饶了你。你杀父的仇人还是让你亲手去解决吧。是。等一下，把这个带去。
雄，请你给我一个自信的机会。不要客气，娘，师父在等。师父，嗯，我们回去。